最近好像一直在吵着所谓的大新竹竹竹合并的事。那在之前呢、林市长也提到苗栗的部分他愿意吸收头份跟竹南，那其他的16个乡镇市就并到台中。所以我就很不客气的讲，年纪轻轻的机关算尽。那我觉得说这个是我苗栗的事情吧，你不能够用这种消灭式的这种口气来对待苗栗。苗栗有得罪你吗？其实苗栗要不要变都不重要，要变要变得很有尊严。我们过去是一个所谓的生命共同体，共同的一个生活圈，所以我觉得说大家变在一起，生活习性还有地缘血缘的关系，我觉得都可以考量。最重要的是，如果地方自治的所谓的财政收支划分法没有办法解决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但是我觉得这个你要变不变，跟我苗栗没什么关系。我上面还有议会，还轮不到你去下指导棋，这都是要考虑清楚的。不是说今天为个人一己之私然后去做一些会让人家留下这个历史的恶名我觉得不宜。